但在商城抽盲盒，有16赛季新皮肤，看这封面还有龙魂战神。哎，那些说没有龙魂的蛋仔们，瞧好了，反手就给你们抽一个。这才对嘛，个10、100、1000、10000、99999999的蛋币和彩虹币，从来没见过这么多蛋币。那既然有了这么多钱，怎么说也要玩个大的。幸运转盘 ，Hello， 显示蛋宝，你好吗？再不济配饰盲盒，连瓶盖盲盒都没有。虽然我不抽，但你不开放摆着干嘛呀？我们做事就是这样。好，那这个机甲我是势在必行的，先来个10连。寝室蛋堡，我记得我抽的不是赛季盲盒吗？那就再来个10连。古梦软软，好家伙，这一下就把11赛季的至臻抽出来了，看来接下来必定是龙魂。熊大，一个正常的赛季盲盒被你们玩成这样，好嘛，真当我是杂食患者了。既然如此，得单抽转转运。No！东东，我怎么觉得单抽比10连更好呢？吼吼吼！你看我说什么来着？单抽也能出奇迹，这时候再去抽10连。没关系，我们家大业大，你有什么尽管放，管你什么赛季什么皮肤，你看我 care 吗？金色传说，我的龙魂战神。用了117抽，总算是把你抽出来了。等等，这都100多抽了，蛋币和彩虹币是一点都没少哎。嗯，不错不错，刚毅，你是不是要向他学习学习？不说白嫖皮肤，把之前绝版的皮肤都做一个奖池，让我们来抽。哦对，尤其是闪电阿村啊，我们也能接受，你说是吧？阿弥陀佛，